家好，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。拿证待播，诚毅四十集积压大剧来袭，时间长达十年，太不容易。本来以为诚毅的积压剧可能只有谍战剧深浅，但是没想到还有一部剧积压的时间长达十年，即便是能有播出的机会，可能也没有办法吸引到观众。有人说不如不播，但是就在最近的一段时间，这部剧已经成功的拿到了发行许可证，虽然暂时还没有平台接手，但也不一定不能播，毕竟拿到了发行许可就已经是很不容易了。诚毅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，同时也是欢瑞力捧的一位男明星，代表作品有琉璃、梦醒长安、诛仙青云志等等等，古装剧比较多一些，其中琉璃播的最好，也正是因为这部剧才把他带火了。曾几何时，只不过是一个小配角，但兜兜转转，最终成为了欢瑞继任嘉伦后的最有潜力的人了。诚毅的新剧《爱在风起云涌》是一共40集，目前已经拿到了发行许可证，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播。《爱在风起云涌》时是一部近代革命的剧，根据广州黄骅港72烈士真人真事 IP 改编的，看起来相当不错，实现了清末民初广州黄骅港起义的故事。据了解，这部电视剧有一定的年头了，在十年前就已经开始拍摄了，2020年发布了无双国士的剧照，但是迟迟都未能够播出。除了诚毅之外，这部剧还加入了李立群、尹正、邓萃雯等一系列优秀的好演员，从海报当中能够看出来是一部高人群像大剧。从一个市井小人物的背景切入，讲述了身处革命的时候小人物是怎么样崛起的故事。目前看来，诚毅是主演之一，李立群、尹正戏份也不太好，当时的诚毅刚出道也没有多久，看起来还有点黑，形象跟现在没有办法比，现在可是奶油小生，应该还是会有一些偶像包袱。而且现在基本上拍摄的都是仙侠类的剧，滤镜给的很多，不过动作眼神戏还是不错的。爱在风起云涌时的滤镜应该还是蛮真实的，不知道这部革命大剧为什么这么久的时间都没有过审。看题材不错，而且老戏骨也挺多，有人预测是妥妥的爆款剧，但是积压了这么久，又有多少人能关注呢？爱在风起云涌时已经顺利的拿到了发行许可证，太不容易了，就是目前还没有平台预定，不知后面能不能上线播出呢，共同期待一下吧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